偶像明星运动会终于在2024年中秋节回归，奥运会自2022年以来因疫情没有再举办过，因此粉丝们都很期待，尤其是这次增加了更多比赛项目，看点十足。九月 NBC 公开了奥运会首个预告，展示了新生代偶像们在田径、舞蹈和射箭各种体育项目中的比赛，其中 Zero Base One 人气成员韩冰一段射击影片帅疯，在网络上疯传引发热议。 Zero Base One 粉丝大赞韩冰金发射箭简直勒狗拉丝，射箭技巧也超棒。 NBC 也将韩冰射箭选为 YouTube 缩图，让网友也称赞 sense 满分。多组男女偶像团体出演奥运会很让人期待，今年中秋节可以收看奥运会度过开心的假期，就让人感受到 K-POP 好像真的回来了。